天上的野花为谁开又为谁败，静静的等待是否能有人采摘。邓中还是他的音色很好，但他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他一直学歌比较慢。但是呢，我之所以被他转身，我又觉得他的声音里面有一种可塑的善意。什么意思呢？很多声音都是很善良的，但有些善良其实是你无法碰及的。接触之后，他是很听话，他也很用功。只要这个人啊，用心、听话、态度端正，就一定能进步。他不是天才，但是呢，有些时候不是天才的人比天才走得更远，更受欢迎。这就是他的一个音乐的一个品格的问题，一个态度。好声音就像我讲，好声音的背后是由好的音乐态度、好的音乐立场、好的品格来支撑的。